该老先生行为可能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13条第1项的危险驾车的行为，他以其他危险的方式在马路上驾车，那可处罚新台币6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的罚款。啊！蓝色机车那一个是不是？前面的停车。在巷弄间不断逃窜，企图躲避警方查缉，后来刘男疑似重心不稳摔倒，警方立即向前压制，并闻到他身上飘出浓厚酒味。施测后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，当场将男子上铐逮捕。前面的，请车。